啊，熊哥，熊哥怎么还没来 DC？ 紧张喽。没有关系，现在这种时间点才跑出来，他这把已经要炸的了啦。又怎样了啦？怎样？跟你一排要扣分了。欠差，老哥。听到你的声音，脾气会好吗？你看我现在剩几滴？刚好不容易闪电二连击，啊，现在剩66滴，脾气好得起来吗？分数还够扣啦，干你啦！麦哥啊，你更啊！